大家好，我是月涵。今天呢，月涵要和大家分享《菜根谭》当中的居家良法。书里说，居家有二语，曰为树则情平，为简则用足。意思是说，治家呢有两句必须要遵守的，就是多替别人着想，心情自然也会很平和，生活呢节俭朴素，家用自然也会很充足。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方法，为树则情平。树这个字呢，从字面上来看呢，是如心，意思是以仁爱之心待人，用自己的心去推想别人的心。在《论语》当中有这样一段对话，是这样说的：子贡问孔子，有一言而可以终身，行之者乎？孔子回答说，其恕乎。宽恕呢，不仅对朋友好，约翰觉得对家人也很重要。因为一个家庭呢，想要和睦，首先就要有能够包容家人的胸襟和气度，还要能体谅家里的每一个人。那这样呢，家人之间才能避免口角，和平相处，家事也才能顺顺当当的。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二个方法，为简则用足。简就不用说了，不用多解释了，就是要节俭。在《左传》当中呢，也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：俭，德之共也，持恶之大也。节俭是一个好的德行，尤其是在家庭生活当中，一定要注意节俭。因为人一旦组合了家庭，身上就多了一份责任，不单是说你自己吃好喝好就行了，还要照顾好家里的人。像古代的一些名人，鲁国的名臣季文子，晚清的名臣曾国藩，他们都是很好的例子。他们不仅要求自己生活节俭，还会要求家人的生活也要节俭。那我们反观现在，很多的现在的年轻夫妇呢，都是月光一族，不懂得怎样去攒钱，或者是怎样去理财。宋代朱熹说过这样一句话：一粥一饭，当思来之不易，半丝半缕，恒念物力维艰。在物质条件丰富的现在，我们更应该把家庭的财富有计划地去积累和分配，做到节俭有度，量入为出。那只有这样，我觉得才能保证家庭的经济充足。心上有你，俭中生德，这才是一个家庭最正确的打开方式。其实月涵也觉得，对家人的宽恕也是对自己最大的奖赏，因为有一个和睦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欢迎大家收藏、关注、转发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